是 What Did I Say？ 这首曲子以摇滚的节奏搭配灵魂味十足的旋律，象征着黄埔建校时期先贤先烈秘鲁蓝绿先后完成东征、先生啊，你后面退一点好不好？抗战乃是光复台湾，并捍卫我中华民国至今的努力与付出。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曲子吧。是 Wipe Up， 强烈。